姐，你生气了？你又生气了？大哥，你怎么不穿衣服呀？他回头害羞了。李荣浩，我都跟你说过多少遍了，出门一定要把卫生掩盖起来，掩盖起来，你非得露的比我还多。回家了，咦，还一直回家就那么起劲啊？不是你想七班留一班的，人家顾客要的是毛长，这个七班留一班，你这什么叫一班？姐姐，咱们一定要走过时尚的前端，你知道吧？你看，多时尚！你别走，别走，真的，多时尚，是不是？那谁呢？